放在里面，所以就是会把它打散。哦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会分到哪一组。那我们下午会学什么呢？哦，下午会学什么？下午有一个课程，我希望你们要学会。哦，我们要让你学会哪一种？盖起来，你要做脱困。哦，盖起来做脱困。这个动作，这个运动一定必学。你没有学会的话，你就是太可惜了，来参与这个运动。因为这个运动，你最起码你带起来的时候，你要懂得怎么去做脱困。哦，做脱困。然后你翻下去的时候啊，你会面临到很多问题，你要搞不好你会前一次，哦，前一次会碰到什么？生命到你的生命有危险的时候，你会遇到什么？生命有一点危险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你小时候，看到我小时候，看到我现在的经验。这是我们在学这个运动的时候，很多跟我们的一些回馈。他说翻下去，他很害怕，然后又吃到水，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脱困，然后就开始乱想。然后想到想想一想，哎，怎么想到小时候好像密闭，然后起来的时候救他的时候，他就跟你讲，我刚摸到什么，想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哦，差一点往生的感觉，哦，所以你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要很小心的去做，只要你按照流程在做的话，你就会避免这些，你会刚刚老师讲的那些，你会梦到你的小时候跟现在，哦，听懂吗？好，现在我请一个学生下去做脱困，哦，脱困，哦，做脱困的动作，然后你们等一下就跟着他，看他怎么做脱困。下去的时候都不要慌，你一慌的话，你就会开始有一点害怕，害怕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动作，有没有听懂？哦，所以我希望你要把它记起来。你们唯一我上过两次，哦，上一个你们学长我，哦，没有教他们这个动作，可是你们呢，我觉得说你们比他们还厉害，那我把这个教给你们，希望你多一个体验，哦，多一个体验。我希望这个体验让你觉得永生难忘，你不要真的永生难忘，欸，我不想要这样。我希望你可以让你玩这个运动，让你体会到这种喘包覆起来的时候翻下去你要做什么脱困。好，哦，好，好，现在我们全部来岸边，我请一个同学准备要下去表演给你们看。好，全部集中过来，对，全部集中过来，然后蹲下，来蹲下。突然怎么没有带？好，下午的课程好玩吗？早上的课程好玩吗？那我们等一下会给你另外一个课程，这个课程等一下我会公布，会更好玩一点，搞不好你会翻了很多次啊。可是现在我先教这个，那你们全部都体验到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分批体验。好，好，好，过来，这个叫防水盖，
他要把床盖起来，这个救命拉环，厨生的救命拉环。你假如说没有拉这一条，你放下去你没有拉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你无法去做脱困，哦，你无法去做脱困哦，真的。你下去的时候，第一个动作你一定要拉这个拉起来，你才可以脱困。你不要用脚去踢，有时候都踢不出来。那我嘛不要多给你救，我只能在岸上保佑你赶快晕倒而已，拉上来才可以帮你吹几下就 OK 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请他下去了，来。好，注意看，你要从后面先盖，后面先盖起来，从后面用，然后慢慢往前拉，然后去判断你的前面那个拉环有没有确定出来。好，盖起来，旁边检查好。好，他等一下，后面的起来，站起来，后面站起来才可以看到。他目前，我先不要叫他脱困，然后你注意看他下去的时候都不要害怕。好，往这边移动，前面后面起来，往这边移动，然后前面坐下，后面站起来就好了，前面坐下。来，注意看他下去做什么动作，你注意看哦。好，下去。是不是？然后第二个，他下去会做脱困，怎么做脱困呢？他下去的时候，身体在后面，你要想办法拉回来，拉缓，把他拉开，就是救你一命了。好，做脱困的动作，好，先躺在后面，然后再去拉前面，好，好，下去。好，注意看他，他会身体往前启动，对，对，脱困了，哦，好，等一下示范成你们要做哦，下去的时候你要吸一口气，有一点憋气，然后再做脱困，每一个人都要做。好，第二个人过来。好，他现在也是表演一样。好，他现在也是跟刚刚都